我昨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新词，很牛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很厉害的意思。那我可以说长城很牛吗？不可以，我们可以说一个人很牛，不可以说一个地方很牛。甄子丹的功夫很厉害，所以我可以说他很牛吗？当然可以。你喜欢看他的电影吗？是啊，我很喜欢看他的电影。他的功夫非常厉害，他非常牛。对呀，我也一样，我也喜欢看他的电影。